是什么啊，妈妈？是什么啊？哦，可是看不出来是什么，水滴滴下来吗？像滴滴滴。这里风好大，好像是青桃园的餐厅吗？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可以往下走，兵分两路。哎，不行啦，彤彤，最后会接在一起吗？你要试试看吗？那你跟妈妈往上走，我往下走，看会不会跟你们接在一起吗？哦。好，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出来走一走啦。现在是下午，大概5点左右，但是我们找了一个非常少人会来的地方，平常就很少人来，所以让连续假期更是没有人来。这边是青浦啦，哦，青浦的青塘园其实很漂亮，我们是第一次来，他们在上面，万一没有接到一起怎么办？那边好多人哦，彤彤。啊，这边几乎没人，几乎啦。而且那边也盖了很多漂亮的房子，青浦这边啦，几年前就有新闻就报说，这边房子盖了很多，可是卖出去的不多，所以这边的公园几乎没什么人。我们就决定来这边走一走，趁没有下雨。哦，因为接下来的2天好像都会下雨，而且我们应该也就都不会再出门了啦。嗯，会接到一起那就好。哦。想说还是可以带孩子出来公园走一走啦，公园里面就算有人，就算有人也不会靠太近啊，何况是这个这么大，几乎都没人。很漂亮哎，青桃园很漂亮哎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搬到桃园快差不多2年第一次来，上一次来是2年前，我们来找在桃园找房子的时候，我们有来这边找，彤彤你知道吗？我们差点要买在这里哦，我们本来要搬来这里，都没有人的地方，本来还都在面问这边的国小了，都在看这边的要念哪一间国小了。你还记得我们都查到那个国小名字很奇怪吗？十八吗？对，什么国小？十八。你为什么要说脏话？没礼貌。对，这边有间国小，它叫十八国小啦。它叫十八国小，不是说脏话哦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好特别哦，是一只大金鱼吗？妈妈，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上公车？现在就可以了，现在就可以了。我们找一个地方放一下我们的包包就可以放了。前面就有椅子了。好啊，但是你不想要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想啊。不想，没有人想知道那是什么。我们刚刚走的那个叫做希望之塔，它有名字。这个叫希望之塔。妈妈，借给我。他还说妈妈借过，我还以为你要帮妈妈拍下来嘞，结果你是说妈妈借过。那个是蒲公英吗？蒲公英不是树吧？现在就可以放风筝了，彤彤。我们来找一个东西，把东西放好就可以了。还是你要先看一下这个，这好像是飞机吧？因为我看到他那边有那个秃秃的，你要去坐飞机看一下吗？妈妈，我们看一下，他可以进去，我看有人进去耶。我也有狗，而且没有绑链条，不过在这个大自然里面，哦，狗好可爱，在打滚，从另外一边走，来这边遛狗，就是因为想让小动物接触大自然，应该也不会绑好链条，都会松开啊。因为没有绑链条的人，彤彤你要靠近妈妈抱抱，如果你会害怕的话，好，我们从这边绕上去看一下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边真的还不错，风绿地很大块的绿地，它上面写桃机耶，而且是行李箱哎，下面有个行李箱，所以我应该没说这是一台飞机。彤彤，我们要坐飞机喽，准备好了吗？各位乘客，请准备登机。哇，这好酷哦！哎，不能把门关起来，你叫我们怎么进去？想请给机票。OK，机票给。好，妈妈要给。哔哔哔哔哔。谢谢，你是机长吗？对。谢谢。哇，彤彤，你看。
这是行李箱哎，这是粘在这边的，好酷哦！哇，各种各样的行李箱哎，全部都是，上面也是。这很酷哎，你站在飞机的翅膀上，彤彤。你在飞机的翅膀上哦，这个地板很单薄。真的。薄薄的一片铁而已，有点可怕。虽然不高，你来这边看下去，你从那边看，有没有？有点可怕。我要进去了，我有点怕怕的。我们去那个最高的鸡鼻子看一下，有人在拍照。我们从旁边好不好？我们靠边一点，不要挡到人家拍照了。哇，这楼梯好大！你可以吗？哇！我们到了飞机的最前面的鸡鼻子的地方。好高哦！好高哦！写什么？禁止攀爬，不能踩着这个爬上去，会危险。真的没什么人。你在这边不要动，我看一下有多高。我先下去，我看一下你在上面有多高。哦，好高。啊，下来吧。对啊，不，这不是，这是真的行李箱把它粘上来的吧？是做的吗？然后再喷漆啊，不是吗？哦，是铁做成的。彤彤，好，我们下去吧。我刚不是给过票了，还下期还要再给一次哦。谢谢。下期不用再给票了吗？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好，我们来放风筝，选个东西可以放，选个位置可以放我们的包包的啦。我们往那边走一下啊。鹅妈妈那里可以啦，我们去鹅妈妈那里。鹅妈妈那里哪有那么大草地可以放？可以啊，我们从山坡上面跑下来，有没有？我们看谁先到鹅妈妈那里。你知道我讲哪一个鹅妈妈吗？好 ，Let's go， 尽情的奔跑吧，孩子。什么？小心草地有狗便便哦！你走那个会比较那个，你要狗便便，你这样才看得清楚。就是希望能够让你来这边跑一跑，草坪，我追不上你了。有啊，这也是跑步，也是运动啊。你第一名，恭喜你！妈妈还好远、啊。我第二名。妈妈。啊。你看。妈妈在哪里？妈妈在草原，我老婆在那里。好小一个、哦。我来看一下鹅妈妈的正面。鹅妈妈还戴眼镜呢。好大的脚哦。要是一个小宝宝。对啊，好大的脚。彤彤好可爱哦。戴眼镜。太空队里的超级小宝。对啊，这里就当我们的基地好了哦。这是送子鸟。送子鸟妈妈。对，送子。帮我送小鸟。送小婴儿给爸爸妈妈的。我们把东西摆在这里，然后我们来放风筝，可以从斜坡上面跑下来，跑上跑下的放。
先把帽子。白来送水，都没人啊。这个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假日或是什么时候，整个都是很多人会来这边，嗯，都没人。妈妈来了，可以开心的玩的，可以开心的玩，都没。其实口罩可以拿下来，都没人。我正想问这个问题。对啊，其实都没人，先放我这里好了，因为其实都没人啊。喂，要组装哦。好。等一下，我这一段先拍到这边。等一下，跟他放风筝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。如果有放起来的话，大家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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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放风筝。